进来。浩夫啊，哎，我告诉你了，好危险呢！昨天晚上呢，在姓侯的山，居然他真的发现了问题，准备出货嘞。好在这是姓范的不听他的，所以今天侯家大分店啊，居然真的如期关个的门。哎哎，我看，浩夫啊，我看，哎，坐，哎呦，我看。我一笑就上口疼。哎呦，你就莫笑喽。哎，浩夫啊，嗯，我看呐，俺这走嘞已经报告了，是不是就送到？不行，大蛇不死，反被蛇咬。现在郭多家的炉子上了，当然是添一把柴进去，趁热打铁了。啊，我还要马上召开记者招待会。什么？记者招待会啊？对，我要公布我受伤的真相，还要马上举办家家好了质量月活动。哎，怎么会啊？首先，我要感谢各位记者朋友们，感谢你们在百忙之中抽出你们宝贵的时间来到家家好，我感到十分的荣幸。这一次梁健的阴谋没有得逞，我陈浩夫没有倒下，只要我一天不倒下，我就要坚持上班，我一定要把握好超市这次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管他什么张健、梁健、王健，让他们来。尽管我陈浩夫只是个代理董事长，但我相信，我一定会把家家好办得更加有声有色。我会为全市老百姓负责。好，现在我宣布，家家好质量活动月正式启动。为了感谢各位记者朋友们，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小的礼物，请各位笑纳啊。梅姐，你好。妈来了。来，请坐，妈。你有什么事吧？浩夫啊，我看了电视直播，我想跟你说，你今天开新闻发布会，我觉得有些不妥。有什么不妥？我觉得，在公安局没有最后定性为梁健故意刺伤你之前，你不应该在媒体前说太多有关于案情的事情，这样会误导观众，误导舆论的呀。够了，妈，您是不是还想说是我干预和误导司法呀？您看清楚了，我是受害者，那个害了你亲生女儿梁健，他才是凶手。浩夫的脾气性格你又不是不晓得，他又胆小的又怕痛，发烧四十度还不敢跟他争。你莫听外头的横言横语，捅浩夫一刀的只有梁健，哎，他们个自个捅自个一刀啊。
我这次自己捅了自己一刀，那红尘凤两个垫子，能算扯平吗？ 红城叫连官两家垫子，还毁了我梁家的声誉。你怎么不说话？有情绪？我当然有情绪。这样的事情本来不该发生的，我发现了问题。可是没有你的授权，他们不听我的。梁董，现在是个非常时期，您必须放权，否则以后像这样的意外。 还会继续发生？什么？两个事件都发生相同的质量问题，这不是意外，是谋逆。谁谋逆？是我姓侯的吗？啊，你多心了，老头。如果真任命你为代理董事长，你能斗过贾家侯吗？ 我们不一定要斗，攘外必先安内，我们可以各做各的，各发各的财啊！不，侯总啊，你要当代理董事长，我会任命的，但前提是必须打垮贾家侯。梁总，这可不是一个生意人的所为。商场无情啊！ 从现在起，红城全线降价。梁总，梁总，下面我们来开会。我们红城集团最近。 竟然出现了内鬼！这个人竟然拿了别人的好处，来害我们自己。我一定会要把他找出来。下面谈谈我们红城集团最近出现的问题。我认为，我们现在不应该再继续进行恶意降价的商业竞争。 而是应该狠抓质量，同时要尽可能的弥补和家家好之间的关系，这才是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我来晚了。侯总，董事长，请你在会上代为宣布一下。 这是什么？好像是职务任命吧。我来宣读一下董事长的决定。董事长表示，两家分店出事的责任由他本人承担，不再追究任何人。第二，他不在的这段期间内，红城集团的管理权全权委托给代董事长。 杨昊天先生，就是原来的陈昊天。了不起，你这个老狐狸，把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老子不玩了。知道了。哎，信良他果然把权力交给昊天了。 哼，你还笑都是，我告诉你了，昊天就不是他偷生下家了，你呢也真的没斗赢过他。哼，哼，谁说我来斗了？跟他斗的不是我，是那个姓侯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又来啥的嘛？我干的要你莫笑，你可不可以？你可以笑啊，这手法叫做。 逻辑生悲。
你什么都不用再说了，梁建虽然是我学院上的父亲，但是我不想跟他任何瓜葛，更不想做红尘的代理董事长。可您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现在脑袋里有淤血压迫神经，每天都会有头痛欲裂的时候，我不适合太操心。这只是个程序，就是签字盖章，难道看着那个陈浩夫欺负梁总，把红尘整垮吗？可我不想报仇。 我这没有你的座位，麻烦走开。包总，咱们并没有深仇大恨啊。来，陪你喝一杯。哎，不行，你身体刚刚恢复，茶酒对身体有害呀。没关系，伤身体是小，这伤了心可就大了。我今天啊，也舍不得你陪君子。哼，我不是什么君子。 更不需要你这么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来陪。给我滚！没想到啊，我陈浩夫在你眼中是如此的恶劣。栽赃陷害还不够恶劣吗？陈浩夫，红城所有的店子都是我在打理，这下好，我的名声全毁在你手上了。毁你名声的不是我，是梁建，是方店长。 你看看，这就是方店长吃回扣证据。梁建，你认为梁建会搭理你吗？啊，那个方店长你也控制不了他了。等我那个外甥当了董事长以后，说不定。 你该卷铺盖走人了。好，哎，好福啊！你看我们侯总，又年轻，又有才干，我跟梁建搞在一起么子好嘛？浪费人才嘞！哎，侯总本来就是一个有远见、有气魄的人嘛。对，我爸曾就说过。侯叔说什么？ 我爸就说过，如果我们家家好，有侯总这样的青年才俊加入的话，那我们家家好将会是如虎添翼呀！哎，可惜啊，可惜侯总，你站错了队，跟错了人呐。侯叔才是真正有远见、有胆识的人，可惜不幸严重，我们陈家被那新娘子害的是家破人亡。 我决定了，跟洪城决战。哎，那国师，你安排居三的了了？那也要打。我这次来，就是专程来通告侯总一事。如果在这场战斗当中殃及到了你，我表示歉意，对不起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侯总，我最后说一次。 梁建的儿子陈浩天，啊不，应该是梁浩天。他比他爸更心狠。当初就是他把他爸亲手打了一顿，然后扔到了荒郊野外，差点给冻死了。好了，我不多说了。侯总，你要不想和梁建一起遭殃的话，那就只有赶快。 你们以为梁建会有那么蠢吗？大爷，梁建是肯定不会，但是梁浩天，他会。他。
这个是您今天要签的文件。我不看了，公司由你管就可以了。规矩既然已经定了，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的。那好，只是走一个程序，该管的你还管，不要为这个签字权感到不开心。不会的。天这么冷，你怎么出这么多汗？最近这段时间太忙了，身体有点跟不上，虚汗。那你要多注意身体啊。啊，戴董事长，要盖章。那您多注意休息了。好。资金和规模根本比不上我们家家好了啊！等梁建从里面出来，我们的账就要一笔一笔算清楚了。哈福啊，你要不要太得意了？招呼逻辑升杯了？升什么狗屁杯呀！现在就算查出来梁建的账不是我捅的，是我自己扎的，你认为我还会怕他吗？不怕，真的不怕。儿子，你这是想什么干什么？这个陈浩夫给家家豪送了一份多大的礼啊！陈浩夫真是赶尽杀绝。